好，我是娟娟娜，今天和大猫依旧来打卡一下三 D 欧小镇，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大猫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猫呀，今天我们终于带着相机出来了。大妹，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来，先把你身上的钱给我。什么惊喜啊？来，我全部给你了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惊喜就是拿着你的钱我就溜了，来来来来来。怎么这个样子？你别跑！没有没有，来，猫先给你一个小惊喜，给你买个滑板。来，这里，你不是喜欢滑板吗？走走走，嗯，我这个正在学嘞。虽然说滑的技术不太好，但是还是挺喜欢的。粉色还是蓝色？大猫你选。那必须是粉色的呀！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大猫子，来，你的粉色滑板鞋、给我吧。走走，随时拿着啊。对，滑板鞋，摩擦摩擦，站在地上摩擦，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八一步两步，大猫真会唱这首歌。这边有帽子店，还有背包店，这些店都不重要。我要给你买一个房，我要给你买房啊！真的假的呀？肯定是真的，来过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买个房了。哇哦，大妹来看红本本，来、红本本，就你看房子嘞，房子在哪？哎呀，大猫你看这边这栋楼都是你的，你看这栋楼。来，房产证给你。哇、真的假的？给了你过后，这栋楼都是你的呢。你就是房产证都不要，大猫子。哎，我还没有房产证，他把我点出来了。我都说了让你拿着房产证，你不信？来。哎呀，好，那你怎么办？啊，送给你的嘛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进去吧。这哇，好大呀！我们住几楼嘞？这整栋楼都是我们的，随便住呗，大妹。我先来个二楼看一下，哇！但是里面没有装修哎。大猫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给你买了一栋楼了，你还要我给你装修？哼，自己装修去吧你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要接下来慢慢装修了，这个太大了。那大猫，你快出来吧，我们在这里拍张照，留个影。这是我给大猫买的一栋楼，快夸我大气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来了。你都不夸我大气，出来了。一二三，咔嚓，咔嚓。